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，请麻烦师傅帮我看一下子，我是1963年属兔子的。什么叫骑马拉斯啊？什么叫骑马拉斯啦？感恩师傅，我是1963年属兔的，麻烦师傅帮我看一下子。好、哦、麻烦师傅，麻烦骑马拉斯啊，骑马拉斯。还马拉松呢，几几年呢？1963年属兔的。1963年属兔子的。想看什么奖吗？现在有没有灵性？嗯，现在还好。你现在念经念得还蛮好的，感恩师父。嗯，你现在念经，你就是你们家的厨房里呀、啊，嗯，有一个灵性，所以你一到厨房里你就想发脾气。对。要几张小房子？这个不多，27张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好吧，我看你身体过去妇科很不好，你现在好很多。很好了，原来有子宫肌瘤，现在全好了。全好了。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。本来要变癌症的，现在没了。哎呀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还有你的心脏，过去总是胸闷，天气一不好怎么样，你的心脏就很不舒服。对。啊，现在你的心脏也是慢慢的好起来了。对。啊。你念经念得很认真倒是真的，就是念经的时候不要发脾气，因为有时候你在念经边上不知道谁跟你讲话或者怎么样，你马上人家电话一响，你马上真讨厌怎么来电话。好了，刚刚在念大悲咒了，念得变成恨悲咒了，听不懂啊？对对对。嗯，现在牛了，身体好了，头发卷卷了，哎呦，打扮漂亮了。嗯，麻烦师傅帮我看一下家里的佛台。又来了，妈妈师傅，把师傅要骂掉，卖掉了。麻烦师傅。妈妈师傅，上海话麻就是卖呀、啊，卖掉，把师傅卖掉。家里的佛台好不好？菩萨来过。家里的佛台啊。对。哇，你家蛮大的嘛。嗯。菩萨来过，谢谢感恩。你跟观地菩萨感情还特别好，感恩菩萨、哎、感恩。你从小到庙里经常拜观地的，对。所以我们从小，你跟哪个菩萨感情好，你就跟哪个菩萨就哪个菩萨就经常来看你，所以都是这样的，对不对啊？你们现在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这个看的人最多？因为观世音菩萨。他多少多少辈子他到人间来他弘法，所以观世音菩萨他跟所有的人都感情特别好，所以他有求必应啊，他真的很好。那师父，我的莲花在不在？10511。10511。对，谢谢。莲花是吧？对，感恩。哇，你的莲花很好哎。谢谢，感恩感恩、嗯、你这莲花开得像喇叭花一样，很大，真的很大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你要告诉大家，你很，你看啊、哦，你看啊、哦，我看你过去啊、哦，在这个学佛之前啊，人真的不是太好，脾气大啊，性格非常暴躁，而且呢，抠人家。你现在学佛之后，完全变了个人了，你说对不对？对。嗯。他居然莲花没掉下来，不容易。好了。对对，好，感恩感恩师父、啊，感恩大慈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感恩。所以你们要记住，学佛不一样的，学佛人干净了，